出来参加迄演习会各位新人。我今日徛遮，毋是来讲课，嘛是讲来我从早三点来向大家。我今个希望，第一点是我讲我个人的人生甲人生观。第二点呢，来报告讲，阮高雄州的民族的青年含对切的目标。第三点呢，我想拜托在座各位先生呢，利用咱即个我使用时间是三十分钟，我分做三部分，一部分就是第三部分呢，希望在座的先生呢，会当来提出问题，希望咱高雄州有啥物意见，有啥物看法，有啥物希望，咱会当提出意见，咱大家来，我愿意真同真愿意来接受各位的意见。我们做高雄州的参考，这是拜托的。好，那么这摆讲，我的人生甲人生观，我伫咧桥仔讲话呢，是讲话尔，毋是上课。啊，伊讲伊上课呢，我啥物挂设计前以前伊咧上课，挂设计以前，真正是桥台顶上课的人。啊，即挂设计以后呢，今年纪也差不多头发拢白去啊，哦，即损失啦，哦。那想起人生诶，那么第一春，我感觉到今是算第二春啊。咱即摆我讲来说我第一春，我大概我等于自我介绍。我是1941年出世诶，讲起来是70岁以上诶人啊，吼，一高铁拢看过，吼。啊！我19岁就徛伫台上台顶咧，福建。我等下讲讲，我是伫民国乡啦，台顶咧民国乡啦。我是家己自称安尼啦。哦，19岁就是囡仔、替囡仔、囡仔教囡仔，迄属实个啦。我是过去个，我学校毕业个开始教囡仔教囡仔，然后呢，即教囡仔中间呢。国民党诶，迄个迄个校长诶，拢是国民党诶。哦，我今日过啊，国民党，我今日做大官过啊。但是我毋是国民党人，所以无可能做大官。哦，你莫讲诶，我做伫前台伫民国迄个时诶，校长诶，下下讲，我讲请我你来参加国民党。我想要参加国民党，后壁安怎讲诶？参加国民党诶。三民主义太清楚，那拜三民主义啊！哦，讲几下面就对哦。我讲啊，三民主义甲着参加国民党个遐了解。哦，爱读书个，我较少个，其中个咧看我册读册，但是三民主义我无啥咧读，因为个以前我伫个嘛少年，伫个读册时个，拢会去参加一寡考试，一定爱三民主义，但三民主义我考失败，我无读嘛。我个校长讲。要考试考会对的人，也不一定读三民主义才考会对。但是我有读着的，我嘛是考着的，哦，莫讲遐啦，哦。再来，以后我未了，高一未了嘞，看看讲啊，这我爱走路啊，哦，走路我搁离开这台顶的工课，要走进公务人员去。公务人员嘞，嘛是安尼，哦，公务人员是讲爱是国民党，我也是无嘞，无嘞，我来讲啊，你公务员未做是。无机会啦，无前途就对啦，拢爱做20个无要紧。过来咧做兵，哦，咱有做兵啊。做兵的时，一定要是国民党，即个辅导员，讲话做哎，伊是国民党有两个招呼的是国民党，而且国民党的时呢，也无的是得开的是，无参加国民党啊，拢爱回家食饭，都食饭，来爱上课，来洗脑，我爱是国民党。哦，我第一个变。我现在是国民党，国民党，我刚要进去是炸了几百钱，我做不到是国民党，所以我就我啊，你这句话，我叫我变鬼，虽然我都在咧上，不然可能有时候我是国民党。以后呢，到我台湾看，我1983年呢就离开台湾，1983年离开台湾，我才40几岁。那现在我现在离开台湾，不是台湾所在办，看袂落。看袂到即款政，即款体制，所以我
八三年的去台湾，去对美国。我去的时候，不是去留学哦，是去遐做工，啊，是开始做工。我一去八三年去的，全体我囝做伙是包的，大家亲戚朋友一大人拢反对。但是我去美国目的是啥？看到美国的少的，真正我的个性的哈。美国的社会真公平，哦，真有制度，哦，即大家真有修法，即拢已经实在是美国会当做先进的国家，这是伊条件啦，哦，伊条件。后来我第一星期美国去佚佗一遍，回来啦，我就开始后壁决定美国，所以开始1982年就离开所以公职人员啦，我说1983年啦去美国。到美国到这边几冬啊，算算到你三十冬啊。但是我来美国诶，也是我拍拼真辛苦。人话我美国去是天堂，我美国去是我也受苦啦。因为去美国诶，第一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条件啥？爱有钱，我也无钱啊。第二爱有收入，我也无收入啊。第三爱有理念，我也袂晓讲英语啊。这三件拢无，我是拢教去个。到今日。我感觉街道也对，去美国也对，但是今摆今日美国了，我伫美国其实还做小生意，还做做较大，不是大生意啊，做较去美国做去中国去个。我伫中国也真清楚，所以中国个代志我也真了解。啊，伫美国个时，我做啥物？咱个民政个副主席，蔡明华副主席啊，我二五当时还没熟识啊，二五当时还没熟识，以前呢，咱是十外岁啊个。操！迄阵在以前十外岁，我还袂熟识哦。伊也是哦，伊也做生意，我也做生意。我伫做生意做，做到尾我做到中国去啊。我伫中国也去开工厂诶，也去做头家，去实习啦。但是呢，咱在上面中国嘛，我是做鸟事，我好运啊，无家己无遮钱啊。到2004年，我就退出来。2004年，我伫上海，所以上海我真了解。我伫上海。比别个跑浦江的时，比个比浦东拢坐遐百度过，拢完全无啥物大小，我不大小过。所以我上海真了解，中国我了解。我伫中国下下，我上比上去投资的，我比上台商，我是上比高个比上去投资。那上海是遐工人啊，甚至啊领导者、遐馆长啊，对我拢真好，因为我其实咧做啥物，咧台商就遐了遐，为了伊遐讲遐。无专心做事业啦，所以哦，真侪个讲无啥成功。我遐是讲未成功，但是我无了日本台。我2004年台了哦，台湾第一个时哦，我先讲一个代志就是，迄当时佮现在秘书长是环球公司的环球电视公司的总经理。迄时我伫上海时诶，我有一个小活动，中国的报纸。电视我无咧看，我一个小学都拢咧看台湾的电视啊，所以说我就看到咱个秘书长诶，做电视台，环球电视台就上来，迄种我就看，我看到本人，但是有已经了解，拢讲咱这台湾的电视，我有了解。伫美国个时，我嘛看到报纸，我有，我当来了，我是2004年当来了，伫台湾，哦，迄时阵。2004年，我当作算无业游民啊，退休啊嘛，无业游民啊。迄中间呢，我就到罗老师，我可能我人生第一春可能结束啊，第一春可能也结束啊。但是呢，到2006年的时候，哦，咱个秘书长伫高雄咧，就算这市长的时呢，我看到伊个电台的节目，啊，加做报纸的一撮宣导，我拢看到。所以我2006年，8月29，我记啊足清清楚。2006年的8月29，我第一次去叫做，恁秘书长底下做我学个竞选总部，我武装去啊，吼，后来个伊叫我叫伊上，我武装去，我第心情，我是啥物人，我要参加一下，我是去武装去，要来做，要扫街，我来我扫街无问题。秘书长，啊，你行路我倒无，我无问题。哦，啊，我哎呦，我三个月，我行了三个月，够无问题。哦，迄是实的。哦，迄不只在行，要过三个月，我还要叫我当行。所以我，我拢是哦，拢是哦，五十天之外是习惯的。第
为人对钱真重要，但是我对钱吼，我不重要。我遐连去讲，佮走去中国，吼，啊，做个进两手，两手空空。那怎么样？我连去讲，实在有这个观念呢？我连去讲，接受的人，各国人拢有啦。韩国、日本、菲律宾、越南、泰国，拢总有，我拢食过，一年拢食过。我做生意时，叫做韩国人，我接到，伊知我台湾人，伊讲，啊，恁台湾人，够国家，我问咧，我是听着就更笑。那韩国人，我南韩国，伊当虽然南韩，伊分着做南北韩啦，但是嘛是一个，但嘛是一个国家。越南嘛是啊，越南去美国人拢难民咧。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死的人，是美国难民的。但是伊这做拍拼，伊嘛是知影讲尾啊南韩，南韩嘛是一个国家上，咱台湾无国家，所以我是美国是感觉哎，无国家真正常，无国家真正常。所以我等下了，我就到2000年，我就哎，可能我第二春要开始啊，第二春要开始啊，所以我就开始参加这个咱秘书长这个竞选，到时来我。做几工几工啊，迄事实了，哦，啊，2006年的是这八月九，八月九咧，我才来，逐日落去啦，我逐日拢过嘛，哦，那就是要扫掉，就是行，拢无问题。到2006年10月24，我们过美国这个代志啊，拢无钱，哦，啊，这大家也做是几工几工拢无，大家只搭飞机好啦。后来渐渐，哎，我来当兵，到美国连番去打仗吼，哎，迄可能危险，唔知影，我是，这过程我先讲到遮啦吼。哦，我说我人生观，感觉咱人啊，在人生一生啊，就是生活，就是为着钱。我感觉过有靠意义的代志较好。为人啊，看钱真重要，但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有啥物作用？啊，有基本当然一句啊，人在天堂，钱在银行，你知道为什么吗？哦，因为老家以出身呢，你莫会啥比的，因为美国，哦、我去美国社会六元，我六二十块当起来，哦，六二十块当美国社会怎？美国囡仔18岁就独立啦，是大人免甲饲啊。是大人免甲饲啊，无责任啊。到老人诶时，政府互你配合啥？老人公寓啊。因为我即个我去美国，伊在配合我老人公寓啊咧。嘿，但是我买过啊，我先买过。但系无国家，感觉真建设，咱无建设个，但系放，可能来建国，就是建国了。这是我最大的目标，这是我人生哦，人生观呐、啊。所以个人诶，咱在做些，可能大家目标相同。所以我知道。但我人生即阵开始，我即阵开始变少啦啦。希望哦，人生哦，哎，咱人一生在世间哦，一寸不够，所以要第二寸，可能在做要第三寸也无咧够啦。哦，这是希望是国家的，即摆第二点来讲这雇佣这个代志。我来雇佣负责雇佣哦，可能是这我种负责业主代表的啦吼。但是以后要怎真歹讲，我也无想甲济，我真到。啊，就我做，应该是我能会做，哦，做的方法呢，可能个人做法无同，各种做法也无同。我即摆雇佣金呢，我大概甲咱在座参加的这个会员一个报告。雇佣金是包括大雇佣甲屏东，哦，大雇佣甲屏东是几个？360万人，360万人，差不多占台湾的16%。啊，面积诶有5720平方公里，诶，差不多占台湾诶10%。所以咱台湾人均雇佣金拄多10%啦。哦，即个即我大概一个印象，雇佣金是大概即款人口甲面积。啊，雇佣金诶，咱即摆民政府中央有交代咧，雇佣金阁分做四区加。六军，因为我感觉政委个性，我感觉进高阳关分做四军，可能较少，是毋是会当做四三军较少，是毋是分会当做四军？安尼高阳
高雄市会当四区，也做七群，这是我的建议啦。这吼、哦、看政诶中央一定思考，因为这我已经在差不多两个月前吧，哦，必须等到上几份公文都行政划分区哦，行政划划分的诶划分了，我已经送出来。因为以前我把我去屏东甲高雄遐各区各签地人口，我调出来。也出来啊！我稍微用人口分配来分配啦，差不多爱分哦，较平均啦，较平均好，无迄有大细啊，较唔好，这是我的建议啊吼。再来，我即摆高雄州的那些租金呢，哦，即目前开始尔，人个欠足是，我想福州可能拢领先啊，高雄可能是后尾啊，所以高雄是爱加油。所以就是我即来参加高雄市啦，有十外个啦，哦，我即来大家爱互相鼓，大家加油加油，吓，即个是一个拜托啦吼。啊，高雄市呢，我因为我有一个迄阵有要招募咱个华人建国会即个会员，我以前我宣传，甚至我还报纸，哦，为报纸看到，我迄阵有四个条件，先完呢，爱本土台湾人，身体。身心健康者，这是第一条件。所以我是不分年龄，年龄呢，18岁以上都会使，不限几80岁、90岁也会使啦。哦，即阵有人咧，就一个80几岁，我要参加我做好，身体也做好，行路也比我较厉害。所以话，要咱阵不分年龄啊，18岁以上都会使。再来学历是我爱博士，我博士问我要参加好欢迎，但是讲博士。哦，伊个学识是真悬，无毋对。但是咱要用个人呢，不一定讲一定要有博士。哦，比如我说大学，哦，大学介种，大学真遐，哦，真，但高等教育是真好。但是大学教育个，对我来讲啊，我感觉是啊，只嘛参考尔。因为美国啊，伫美国社会，我嘛伫美国做过头家过，我嘛捌过去，学历是参考尔。能力优先，所以我这学历啊，关键无限，能力优先，这我是希望的对象啊。再精力啊，无派的，无党派哦，啊袂当一定爱认同台湾，但是我是希望讲袂当打上卡船的人，哦袂当打上卡，甚至高雄之后，我有拄着是讲我民进党的。现即个民主党个党员，伊来参加，我讲哦，伊来参加我是怀疑个，但是呢，伊先来参加了，一段时间，爱一个选择，爱一个选择，卖讲话说要去打相加，伊也感觉你这条路歹，伊后悔，哦，伊个保持你民主党个党员个，如果咱这条比民主党较好，你应该放弃民主党，我是我这样做法来对不对？但是。尾仔十分钟哦，请大家提出来意见，给我一个参考，哇，请指教这个拜托人啊，哦，过来，这個、我即摆讲我高雄这个做法呢，我分做三部分来讲。第一部分，我这高雄州是分做各乡镇哦，开始成立分会，用法律建国会成立分会。我这高雄州有正十个分会啊，但是话啊。最爱成立分会，听，但我袂使麻烦着，再去等，再甲民间来参加。哦，我这是爱做诶。这分会有分会长，那我是用伊块，我伊个啊，伊个吼，用责任制就对啦。啊，做分会长以下诶工作，分会长负责，甚至副分会长啊，秘书咧，分会长决定，迄意思由分会长来决定。甚至以后，即军长啊，我也找到适当的人诶。军长以后的人选啊，我也由军长来做决定。我袂当参加意见，这是我的人事安排的做法啦。吼、哦，但是我上要求是啊，因为国民党诶腐败就是钱嘛，对不对？钱诶问题是啥？是做社诶问题嘛，对不对？小做无好。但发生问题，你若做小做公交不公平，我看大家无话讲。所以我阵分会长
遐我已经拢叫伊开始做效，来做效果，甚至呢，我印九年就印一个叫做修骨，要伊修骨通用的，只话会当用，骨也会当用，分会也当用，通用的，但是分会长爱负责，啊，监督伊开销支出收入的，由分会长来负责，社会健全，所以以后啊，真正较会是分会长的所有一段时间，一定爱把迄效。报表送过来，或者啊，咱是参考实际运作，伫个伫个报表了解伊分类运作个情形啦。那无一定是负责啊，负责的我去负责都负责，无要紧啊。这是我希望啊，这是我高雄市我要求个做法，认为对不对？等下大家过来出来指导一下，指教一下。过来，这分类了了，我一定要插五支旗啊。哦，我即摆只就过会长，屏东个也做后会长，啊，甲李教授，甚至嘉兴也要查，嘉兴三拿，哦，啊，李总已经一会啊，高雄市个三会啊，哦，我即摆安尼，我即摆是一种点先开一点会，以后就变线，两个变线，对不对？线起来都会变，安尼普遍袂啊。我讲啊，高雄市啊。一旦500支的分类哦，安尼话真闹热啦，真闹热啦，这是我希望的，我的目标哦。现在点着，等一下大家其实来看指导一下，指导一下。过来，咱这运作活动呢，我会分作三种来讲。第一种是啥？我是用室内，我较希望室内。室内啥？像我已经做座谈会，我已经办过啊。座谈会朋友。找朋友来座谈，来座谈是开会，毋是开会座谈。座谈的时候，大家听下意见，哦，大家就较侪朋友来参加，这是一种。第二种咧，室外，哦，室外是公开一个公众所在来演讲，哦，这也是一种。第三种咧，那么战车，开战车去宣传，哦，各行各业去宣传，这也是一种方法。这是三种方法，我是希望阮。高雄市会当做这三种方法来做啦。因为这网络这发达，我甲高雄市的干部我是要求，以后电脑你出来无，一定电脑爱会晓摸啦，是摸到大声去监督，爱会晓看，上无伊面会晓收，哦，啊要看，但民政府的网站会晓看，安尼就好啊。我感觉是啊，即我已经甲。高雄市的这些做干部的这些要求啦，这是我最基本要求啊。所以大家，因为阮高雄市啊，我一个已经在咱台湾民政府的网站之下，我是高雄市成立的高雄市的网站啊，出来。我是靠上的吼，啊，即摆也做分会长，伊这网站真专业，所以啊来运作。阮个后即网站个，我已经我就印出来了。以后可能阮搭民政府个网站，我先交阮高雄市个网站哦，贴上去啊，恁大家看看高雄市有啥物意见，有啥物要改进个所在，希望大家都免客气，我随时欢迎。这是我高雄市做开销，哦，这是我的这股票。那剩这最后十分钟，我是讲，大概我这讲完了以后，大概有条啥物想啊意见，我指教你，拜托。我们听，把酒来噻，好不好？我希望讲，哦，那是高雄酒以外，各酒的参加的饮食会这会员啊。贴出来好啦，哦，给阮好啊，下次。好嘞，好嘞。啊，头拄仔听这个酒厂，啊，这个足认真，啊，伊个网站拢做出来。哎，我甲这个台北酒这个兰州酒厂嘛足认真，嘛搁要做网站，这足好吼。好，我借用这个机会哦，甲。做一寡建言啦吼，但是我要讲的哦，唔是即个技术问题，我要讲的是迄个整个迄、那个
高雄酒的发展的方向。因为高雄酒内底有一个足重要的港市，叫做大沟市，高雄市嘛吼。即、這个大沟市吼，会发展对咱台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是安尼，我先简单讲我的背景，因为我甲恁纽西兰大，我伫遐学了有有关的即个南极国际政治的知识等啊。我伫台湾啊推动咱台湾爱去南极设科学研究站，做科学研究已经超过10年啊。因为这方面吼，啊，我即马从即个我真简单咧甲周长甲大家报告，就是讲，咱咧高雄州吼，即个高雄港市，较早社中营市长有提出一个口号，就讲要移民运动，伊就提出讲咱海洋台湾，啊高雄市长较早迄个社中营讲咱高雄市啊发展做叫做海洋首都，啊其实吼拢口号，咱来看咱高雄市。高雄市甲基隆市吼，伊个两个都市的特色是啥物啊？基隆市的特色叫做大料情的小吃，啊，高雄市或者海洋首都，伊个高雄市的特色叫做爱河夜景，拢唔对了了。就是讲吼，即、這个独派，即、這个民进党因领导为主，你画海洋带，画干呐？海洋文化拢是空的，拢无咧做啦。啊，我即马吼，我透过我过去伫纽西兰，我才接受的，尤其是伊、這个。南极的人文方面的，我简单甲大家报告啊嘛，吼，州长，咱看好，希望到就是讲，即个以后咱的高雄港市发展做一个参考，安尼好唔好？好。哦，第一点吼，海洋文化吼，咱的高雄市，就是讲，咱其实你去外国看，因所有的港市哦，因拢有一个叫做海事博物馆，就是讲海洋博物馆有两种，第一种是介绍自然的，像咱高雄的迄屏东叫做海生馆哇吼，啊，一种叫做人文的。咱国民党或者中国人，因是海洋，因是无海洋文化，所以咱台湾敢若有海洋自然的博物馆，海洋人文的博物馆来叫做海事博物馆，英语叫做马来坦牛津。英国吼5800万人口，英国有公私立就超过120间，咱台湾的公的连一间都无，连一间都无。敢若淡江大学伫淡水有一间私立的，啊，过来迄个中营，伫迄个都国民党迄间东湖甲北平无，改做中营的海事博物馆。但是这两间海事博物馆，你所展览的拢是硬体。哦，我所以第一个高雄的港都，啊，佮另外，既然一定爱去咱国家级的叫做国家海事博物馆，这第一个。第二个，咱高雄的港都爱发展成做咱台湾的前进南极的前进基地。迄、那个还有迄个宝港，咱台湾的南极科学研究船的宝港建设业。啊，第三个就是讲高雄市爱建立吼，叫做国家南极科学研究中心。哦，啊，然后咱的高雄市爱去甲世界各国南极的前进基地来建立姊妹市的关系。咱高雄市唔着咱的南极科学研究宝港建了，哦，啊去像纽西兰的基督城，像迄个澳洲的塔斯曼的火把，南非洲的 Captain 的个咧。迄、那个阿根廷的叫做乌帅亚，也是迄款的智利的叫做庞达阿伦啊，来建立叫做南极都市的叫做都市外交，唔是像社中营，是咧一直要去甲中国的福州去割割地。哦，这我提醒。啊，那么咧以后咱台湾的南极的科学研究活动，就是为咱高雄港市咱个科学研究船，在咱的少年的，咱的少年伫台湾伫创啊，伫拍电脑，伫耍网络，伫遐打电动玩具，伫遐皮车。咱个少年人爱去南极做科学研究，甲世界各国个所谓遐科学研究家甲伊谈天，除了去做科学研究，科学研究哦，可能大家毋知，比较偏向是科学，其实就是政治活动。迄就是南极是一个国际舞台，迄就是一个外交。你去创啥？爱分南极个资源，咱台湾爱建国，建国以后咱爱够有资源嘛？啊，资源要为倒下来，咱台湾一直停留在用出口用货运去出口个种方，毋是。爱政治经济学，而且安怎样啊？因为东帝汶哦，甲澳洲东帝汶伫建国的时阵哦，迄澳洲，我要先入边哦，啊，伊个中间的迄个海峡内底资源，澳洲讲我爱75%，迄就是政治经济学。咱台湾这方面拢压个无够了。七年前，咱看迄个泰国哦，做龙王的国家对无？泰国哦，七年前就用伊家己做机器人哦，家己做机器人，伫日本的交互研究站。去做深海科学研究，为啥物？就是要去遐争取南极的资源。咱台湾，咱这
高雄州对这个高雄港市的发展，这方面非常重要。我期待咱的高雄州以后，甲咱的台民政府的内阁，会有安尼的部门来好好来发展咱台，就是透过前进南进，然后来落实咱海洋蛋的政策。无管是做做民工好事，反正拢是偏向客家蛋。好，张局长。好，感谢。意见真好啦，好眼睛看远一点，目睭看远去，国际观哦。咱若真应该真正发达，大家拢有出国过，然后去国外看看比较，拢知影。真咱必须要台湾呢，必须啊，要进步，所以目睭看远个，啊，时间看时间看一点，目睭看远个。伊这意见真好，因为这哦是这大工程，这建设是大工程个，这希望啊你。咱啊，摕到政权的时候，咱中央才好好来规划啊。政府可能也无法同你讲这代志啊，吼。哦，这是我的。但是我有先一个旧话，咱意思就讲八月七号去德国的乌台会啊。迄个就是台湾人，伊是屏东人，伊就是这個、今年也是去年啊，吼、哦。去年咧在台湾参加咧嘉义举办咧做，全球吧，全球的这管乐的管乐节来参加这这叫梁海伦小姐，是屏东人，伊来的是来嘉义表演，我咧屏东教育台表演，我也含伊接触过，因为这个的确是车行电话号码联络，啊，我含伊边号联络，所以讲这个我头咧的确地位超过这澳洲的大会，伊这个讲全球性哦。要邀请全球通发通知邀请，所以咱意思是讲，希望咱民间会当派人去参加去遐演讲哦，即个咱必须已经签订，人去参加，或者一个消息，这嘛是一个建设国际的吼，一个机会啦吼。啊，我甲另外我投一个，投几块钱先去补偿一下。这分会啊，我是感觉这效果未歹。前段袂歹，你啊分开啊，伊啊吵起来吼，就是高雄市有一个分开吵起来吼，迄个下只吵，迄个我比个人去啊翕相啊，比个人哦，李浩瑞啊，比个人去翕相哦，即翕相即人哦，可能有新闻的人啦，可能有新闻人，无虽然比个人翕相，所以哦，啊各咱台湾各所在，咱安尼我甲吵某某某，哦，比个人翕相翕袂完啦。哦，迄阵咱差不多成功啊！哦，这是我希望讲，高雄市哦，500店来先哦，先拆下哦，高雄真闹热啦，真闹热啦。啊，还佫有啥物意见个？好嘞。真感谢台北这位先生吼，对咱高雄的寄望吼。啊，以我知影的吼，咱嘛是佫有另外高雄吼。更加伫世界上足有地位，尤其是对岸迄、那个吼、哦、中国人足爱的，各国嘛拢爱的所在，就是讲咱高雄的港口吼，是掌控即个军事足重要的即个港口，真深准干吼，左营你知嘛吼、哦？是安那当时日本会设伫遐，迄就是有地理。环境的这个优势，啊，搁再讲空军，咱嘛是有嘛吼，台南空军基地嘛吼，以前吼，所以高雄嘞，生理方面，咱这个这文化的方面，拢作优势，是胜过台北哦，吼，因为咱真接近，当时李秀莲讲要甲伊这个。总统府前来呀，啊，真可惜，我讲前来半冰山，啊，挖一个探位迄个左营海啊出来吼，足安全吼，迄个地理环境足好，即马结果吼，即个高铁占去啊吼，就所以可能爱挖东南水泥迄边，会方面较好势啦吼，啊，石油公司来用的，但是呢，这是普通拢无去思考这个问题。当时咱这个民进党执政的时，一届就是
拒绝对岸的中国，所以呢，就有人足济即个商业的方面吼，尤其日本的奥基纳瓦，伊就是准备来代替咱的地位。这不是商业尔，军事佫上界重要。但是奥基纳瓦要代替咱，代替差不多八成七成尔尔。那咱台湾的高雄是上优势安尼吼，所以吼，咱这个高雄的市长吼，我也真正甲伊足钦佩、足认真吼。啊，我所以讲吼，我虽然查某人吼，啊，就是讲，出无外久的时间，咱对一个社会的交代吼，啊，那是我一向吼，当时咱林博士的时阵，我都听着，我都随去办身份证啊吼。所以我也有美国的身份证嘛吼，所以吼，我希望讲，无论高雄发展安怎，就是认真对着这个州长的脚步啊，一直来甲咱高雄吼尽力安尼，搁再干起来，莫输予别人安尼，好，咱高雄的咱家己来的人吼，家己拍一下手，鼓励一下。谢谢，感谢，感谢，好，谢谢，谢谢，我赞同这位大姐讲，我想我嘛可能以后，然后可能完掉，咱整个台湾的这个政治中心会当向打到去耍。我第二吼，伊头拄仔咧讲人经济啊。我补充一寡代志，可能大家拢唔捌听，我讲给大家听。在迄个民进党执政的时代，我一直不许迄个阿扁啊，你爱派台湾的南极科学研究队去别国的南极的研究站去做科学研究，就那亲像派龙舟队同款，因为国家才有去做科学研究。咱若派台湾的南极科学研究队去南极别国研究站，就是去做咱台湾是一个国际，是一个自然独立的国际选手。啊，那以后咱搁设咱的红火山研究站，因研究站哦是主权的延伸。研究站设在遐，人别国人去嘛，咱开放迄外国的军队、军方航团去嘛，啊，伫遐办一个南极上可能级的，比如讲地球温室效应啊，什么迄个南平因为一寡迄个海洋资源的一寡国际会议，啊，别国的代表去嘛，咱个研究站，啊，咱外口台湾去抽，啊，伊人 passport 就甲大家，伊个连 T 恤印落去，伊就是做国际外交。所以研究站表面上是假，其实伊就是国际外交的运作。好啊，阿扁也拢无做，但卖研究起来以后拢做，我想就讲要重要要甲大家讲后壁即站。卖研究起来以后，从咱台湾的研究队去参加中国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县已经去参加。然后在去年四月初二，咱知影迄个南京的科学院是每一年的十一月、十一、十二，前两是四个月跨年度。2009年二月底，这个南京的科学院就迄季已经结束了。啊，中国的南极科学研究船为南极转来，伊经过南非、经过澳大利亚、经过纽西兰，入来打交道。四月七日，伊嘛开放两天，你会记得无？好，这个代志吼，代志足大条，可能大家拢唔知影。我即马简单甲大家报，第一吼，南极的科学研究船就是一种工业船，因为伊，咱知影，咱台湾甲中国这个海峡吼，看到船机袂使过中线，对不对？啊，但是这个呢，四月七日机会，2009年四月七日，伊用科学研究为名来高雄港，伊将迄台船开放，互你看两天。大摇大摆起来，就透过行过中线，伊迄起来迄几个航道水文资料，一概拢约看去啊。然后打到港、加中央港、军港三四公里嘛，你一边闹不舒服，你敢听什么出来拢有啊？啊，过来重点就是讲吼，伊要离开的时阵，我十分的怀疑，伊毋是经过海峡中线，过去因的迄、那个，因的过来过来过来福建，再到位的东南亚，等于因的武港上海，我十分的怀疑，伊是为打到台南、嘉义、台中，安尼沿路起来到淡水，才发到过。那么2009年差不多五月份，我有打电话去予涂显哲的办公室，甲蔡董的办公室，我讲恁伫国会内底，爱要求伊公开这条船的航线，因两个拢无法查。两个无查，好，刚迄一年，咱大家唔知影，咱知影咱这中国的海南岛是即摆中国的南洋舰队的一个迄款的基地，海洋基地，大家知影无？刚迄年我记嘛是三月，中国美国有一个叫做 Impeccable 无限号，嘛是海洋研究船，伊去遐附近就是要来
趁要来遐收一千本，中国派五台船甲围哦，中国派五台船甲围，但是中国的海洋研究船大摇大摆入来咱高雄港引入来啊。以上，吼、哦，咱台湾这个高雄港市，咱一定爱向海洋文化发展，爱尤其作为前进人的基地，咱希望有一天咱伫遐设立咱的河埔三个球场，安尼好唔好？啊！咱的囡仔勇气啊，做科研，然后透过因做卫生，让咱台湾的囡仔，你学校内底就甲现场联络。我看到你有些看，因就是安尼在做啊，安尼好不好？好。这建议是咱向中央这边吼建议啊，吼，这是未来的代志啊，甚至希望安尼啦，希望达成咱的目标啦。啊，搁有无？免建议，啊无？是不是？好啊，要无？好啊，好，我到这结束。希望我到这第二村啊，行后较精彩的，拜托大家多多支持，拜托。